你喽。那我先去把灰那个青队给干掉好了。好，灰队感觉都没有动作。哎，灰等队下，是我我们就是灰们。队了，我说我要去灰干队是掉。我们的。对，我是说那个黄队黄哎，绿队。应该只剩绿队跟蓝队而我有已。点迷路了，我去把那个青队干掉。对啊，不然等下床没了，都是一样的意思。但我迷路了，我迷路了。啊，这里，哦，我懂了。青队的人应该在家里吧？我去看一下哦。对，他们都还在家里，他们当那个家里蹲。该出门啦！像这种对手，哼，轻而易举。哎，我远远我的就家喝现在药火水。焰弹也太多了，好，我现在过去打青队了。我刚刚有喝药水，他们一定没办法知道。我悄悄的已经来到您的身后。喂，火焰弹，炸歪你！还吃金苹果不准吃，不准吃！哇塞哇塞，他的铁血包打飞好高，但是他快没血了，他快没血了。有吗？有吗？干掉他！不行，还是输。不行啊，有那个铁巨人在，有点讨厌。你要不要带一只渡鱼过去玩？还是我们给你渡鱼，两个人拼一波？可以啊。这个雪球是什么？雪球的渡鱼，它变渡鱼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它就会一直咬它，超这么好玩，酷。超烦躁的东西。因为还剩1分钟，我觉得黄队不会过来。我们等下两个人就一起过去，死了还可以复活，好不好好，没问题。？OK。偷拿个火焰弹。那个一人一颗绿宝石换那个药水，隐形药水，隐这样形我们药就直水接到他们的岛上再跟他们打。是第三个吗？对，第三个，快点哦，只剩1分钟喽，速度。速度！快点！快点！趁还从可以他复头上活，轻轻的小跑下来了。不然他们都只会待在家里。那最后就变成用弓箭战法也是可以啊。但是我现在想要直接快速了，我觉得你可你能在快要哪？来不及哦。你在哪？你走哪里？我已经走过去了。好，你不要，我去就好。好，你就你是去绿队吗？再把绿宝石收一下。没有，我去打那个啊。灰队、灰队，现在是看青到队啊，绿。青队啊！我相信你哦，相信你的渡鱼战法哦。还有20秒的复你要活，丢他脚下哦。好。我会不会等下死掉就没有复活了？不会吧，我们黑曜石那么难挖。不是，还有9秒，我要在9秒内死掉。哎，绿队在蓝队家不行啊，等下我大。这样子死掉没复活了，床没了。啊，刚刚好！你死了！对啊，因为是一打二，他不会有同队伤害，所以一个人去打一定是亏。好哦，那个杜那鱼很没有用哎、你没丢到他脚底 下，有啊，可是他咬很慢。他咬很慢，他就是干扰了。刚刚最后太急躁应该了。要等我一下啊，可惜。啊，斯贝尼亚，是你了，我好觉得你就拼一波了哦，我去拿家里拿一点东西。啦。啊，绿队根本在挂网这样吧？照理说应该要换个剑哦。绿队真的有在玩吗？CAP，我看一下啊。那绿队有在玩哦，他们在布置家里。但他们也是穿钻石裤啦，他们把家里布置超夸张的，干嘛要这样？他们在准备打龙战呐、啊，白痴欸，还要玩10分钟？不用了，没关系，你直接冲了，赢就赢，输就输，没关系了。拿一个中介珍珠。对啊，我刚其实真的，因为我想说可以在那个复活前打啊，如果收掉一个就是赚，太着急了。我要去哪一队家里？他们真的有够乌龟的，你先走，我等下告诉你。这是血淋淋的告诉他们，应该
不会有什么洞要传送的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，这边读起来，你等下跳。因为我是在直播啊，所以我会比较急躁，想要赶快结束。录影的话，我就一定慢慢凝虐啊，一定在上面有没有射弓箭狂射他们。两人的组队，我觉得会打太久。对对对，往这里走，他们上来咯。你有那个吗？击退棒。有。对，有，他们准备要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后面左边，左边，对对对，等下等下，击退棒打飞他们就可以了，打飞他们，打飞他们，还在那火球，没在跟你火球的，一个打洞，后面一个，后面有一个。连打连打就可以把他打下去了，呜、哦！你要输了，你要输了，你要输了！我的你要跳到一个可以把他们打飞的、啊，这没有一个飞，哎，他们怎么都飞不了？因为你都没怎么打到，有啊，因为有点延迟。应该最好的机会就是那个、啊、他们跳过来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你只要一打，他们就会飞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啊，精神上是有赢的，我们整个制霸中间。最后太急躁你也了，对太猛了，没有没有，最后太急躁啊，因为就想说要打快一点。好啦，以后大家可以知道了。八七，玩一点 easy 一点的。easy 一点的，哪方面的？就你画这什么奇怪的图啊？哎 帮你有那个 buff 加持。那我们就去玩适合这个图的啊，丢雪球啊，要不要？好啊，炸死！好像好累个。霸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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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两个人，我觉得真的会打好久。对，打太久了，就我跟阿成玩，真的也是中间都剪掉很多，因为就是要稳稳的慢慢打会比较好。我刚刚太急躁。四对的就比较快了，好，四对的也是可以跪很久。我觉得跪到打中地龙也太久了。来，你要选什么颜色？随机。那选红队。好，我觉得87%你会选四对。那你是红队吗？诶 我没有按呢、没有，你一定要按一个，不然他就一定会同队。你一定要选一个按。对，好你就啦好选一啦，个按。我选。你什么颜色？叫我选红的。红紫对抗，打死大家丢什么啊？我们紫色是会赢哭着的。丢选丢红丢队。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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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尿尿尿哎、欸、尿就。尿！躲在这里，躲在这里，升级一下。会，哎，我升错，我升到快速球，哎，没关系，太久没玩了，快速球也是可以，哎，炮火凌厉啊，前面，大火大火大火，直对直对，不要怕，不要畏惧，我们很厉害，来快速球，笔直的往前丢，丢歪他们，丢歪，哦，他们有一个人快速球，可恶，快速球剩5秒了，一手一手，就把扔到人吗？快速球没了，这个三分球，三分球，三分球，哎，球刷飞刷了，球刷，往生了。刷刷刷死他们，刷死他们！哎，我也挂了，可恶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觉得现在状况局势，哎，很焦灼，哎，很焦灼，哎。这样不对啊！哎，为什么又死了？只对着大家，米娜桑，加油！用尽全力打爆他们！你杀几个人？一个，哇塞，势均力敌！哭哭啊！诶，打打打打打，打打打，杀17个了！躲在这里，躲在这里，出来突袭，一个突袭！哦，哦哦哦哦哦！哎，可恶！我砸23个，23个了，再一分，只要给我再一分，我就可以开大了。外挂！大火！我先存钱好了。
可是这样子战力薄弱啊。哎呦，投资投资投资理财，有赚有赔，投资巧克力稳赚不赔，稳赚不赔，稳赚不赔。哎、欸，有有有，哎、欸，我可以开大了。等一下，等我这个快没再来。现在我毕竟是三倍时间啊，三倍计三倍计。我们红队很多人冲出来哦。哦，可恶！哎、欸，你们听到那个声音？还没。这个啊。胜利战西天。哇塞！还巧克力吸板呢。巧克力。啊，哎、欸，这游戏哦，怎么这么的舒压、啊，这么的有趣啊？应该是有那个封面图的加持的关系。砸死红队！砸歪他们！怎么又死了？砸死他！砸死他！大伙一起上！砸死他！灭红！灭红势力！灭掉红队！有你有我！这个怎么哦？哎哎，有有有有中！你知道我刚刚还看到有一个技能是衣服换色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就是显示红色，然后我一直在扔他，然后结果他一直往你们家扔，我想说怎么会，然后结果他就变紫队了。哇！伪装秀，假的。哎呦，我都用最便宜的熊狗，哎、欸，怎么死了？熊狗有力，你不要赶快买买你们的生命点数啊！你们快不行了。可以买。哎呦。哦，也是啊，你要有杀到人才有点数可以吗？喂喂，感谢超级留言。哦，可恶！哎哎，喵哈，那什么声音？那什么声音？嘣！还抓个你没有死杀！哇哈哈哈哈！啊 ，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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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 忽然间觉得神清气爽啊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，神清气爽，觉得如何没有哈？我觉得不愧是艾莎乔，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啊，我们选蓝队吧。所以我要选。哎、欸，直接开始了、欸、哦！不，这样会同队。我们同队了吗？没有，我不同队。我命中注定要干掉你，命中注定要杀你。哦，等一下，你们蓝队好凶。这场人好像没有很多哎。对啊，好特别哦。怎么那么快就开始了？一宿一宿，走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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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地形好特别哦。这个地形就是要用快速。哎、欸，我分数不够。有投到，有投到！看我这个快速球，直直的砸向你们！住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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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啊，很好很好，住住住！啊，吃我的住住住！哟，不吃，住住住不好吃！哎、欸，我中了啊！这样子我就只能这样子了。太快了吧你！当！哎呀！再来再来再来！住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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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！镭射枪！住住住住住住！挥挥挥挥！哎、欸，有人死掉了。来来，大家大家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呦，被抓点位了，连续死掉了。小心小心小心，对面也很凶残。大家大家加油加油！哎，比分其实没有差到很多哎。一手一手一手，哎，不要让他们过来！住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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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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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一点住住。19分，等下可以再来。现在用这个住住住住住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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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妥妥的妥妥的妥妥的，很 OK。
招招砸向你们！你们的脑门，你有看过有人被雪球砸到头破血流吗？就是我，死掉了。哎，比分差超级近的，大家要加命啊！加命啊！加命！加命！加命是哪一个啊？这我不太好说啊。难过。哎，可恶！没关系，我现在是爆冲状态，死掉，不用畏惧，不用畏惧死亡，冲就对了，我不会扣分的。还有15秒，想办法多杀一点，多杀杀杀杀杀很大，杀杀杀不停，杀不停，杀杀杀。哎，没杀到没雪球了。